在，他好像每一次都是十五分钟。他怎么现在没反应？啊，你强度一啊，你用到都，刚刚我是用到四，就有感觉。这怎么那么？调到十五好了。怎么前面三个都几乎没什么啊？就很轻，没有那个就很轻，直接调死，你直接起飞。那你说有了？飞起来！哦，等一下，再越整个跳，好嗨哦！舒服吗？感觉还不错啊。有点效果，就跟外面那个说哈哈吗？就跟外面那个。干嘛？你现在肩膀很轻松了吗？没有，我才用一分钟不到而已。你要这样抽搐十五分钟？但感觉还不错啊，应该是有效的。有效吗？因为每次你附近也都是提这个，然后一次就要付钱这样子，每一次都要付钱。啊，这个贴片可以多买。应该可以再另外购吧，这应该算消耗品吗？算吧。